样起承转合，接下去用怎样对白才成功把角色转换。于是我努力的拉近距离感，我不再是年少贪玩的男孩，大可安心依靠，把伪装成熟卸掉，微甜的小指的炫耀。所以我努力和你未来相关，哪怕并不会有完美答案，管他谁不看生命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你伴随他成长，他填满你的生活，你们如姐弟如亲眷，永远密不可分，是彼此的光和影。你知道他是特别的，但你却不敢将这份特别宣之于众，于是刻意躲避，三缄其口，直到少年意气风发地将你拉入他的怀中。然而光和影终究无法相见，你与他也无法同行。不然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报警不听。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，我还会这么选择吗？电话，喂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我的身体语言密码那本书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在你书架上所属第二本。哦，你说你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怎么，心理学霸有分析不出来的时候？那倒不是，按理说记忆力在事物头脑中的反应会涉及到神经心理两科，智力是人类识别分析解决问题的水平。行了，我不管什么力，我这就叫过目不忘。小天才，谢谢。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我没有压力。行了，别嘴硬了。你看天上今晚的星星，特别亮。如果你要看星星，应该利用余光。利用视网膜外围的细胞。唐微微，不要什么事都这么事事剖析。我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的星星很漂亮，可以让你的心情更好一点，好吗？我只是在分秒必争的学习。行了，不跟你争了。我唱歌哄你睡觉吧。夜空下，少年撑着帆，推着纸画浮上岸。青梅这一只小船，随波逐流，星月追赶，悄悄谈，驶过秘密的夜晚。
微风止不住的愿望，星河滚烫你是理想，激动在心间隐藏，写成情书两三行，思念都印在云上。生日快乐。走过春光，走过夏日长长，听爱的声响，我穿过花海与你相望，结果是梦醒一场。别动，配合一下。林然，猜一猜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不会吧，我的生日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别闹，我有事儿。往前，往前，对对对。林然，我真的有事。哎，这个理由你去年就用过了。每年生日都这样，你幼不幼稚？我想把你和海棠花都带到家里边，把海棠花种到院子里，把你种在我心里。为这一只小船随波逐流，细月追赶，悄悄叹驶过秘密的夜晚。依然站住，你看看你一身都是水，海啸海啸这么不听话。唐薇薇，今年你可以答应我的告白了吗？小孩子气。是梦醒一场。唐薇薇，人类需要成熟的心态，绝大多的从众心理和过激行为都是内心不成熟的表现。在过激行为前，保持冷静思考三分钟，自我控制情绪。对啊，所以啊，你就做我女朋友吧，这样也不用去相亲了。胆子越来越肥了，找死啊！你别再闹了。你等会儿，我真的得去相亲了，要不然我爸真的会把毕业证给我烧了的。你给我吐出来，吐出来！走，回家。怎么样，你不用去了，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你以后再敢拿吃糖这件事情开玩笑，我就喂你三罐葡萄糖送上西天。想说没个清楚。是吗？唐薇，你看我现在比你还要高，所以说我不是个小孩了，你要不要认真的考虑一下我的表白？你看一下你的样子，表白，你信吗？这样呢，有没有真诚一点？真诚？你要我怎么相信在愚人节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和我的告白？那如果是真的呢？真什么真？你什么时候能吃糖，我就什么时候会相信，愚人节的告白是真的。快回去吧，明天还有课呢。啊，我男朋友在哪儿？我先教他做数学题。最近新上了部电影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这是我男朋友，还是先走吧。微微啊，起床了，该去相亲了。两个煞星，一个梦里闹腾，一个梦外追命。请。顺利啊，一切顺利，拜拜拜拜。
相亲你死定了。微微，我跟我妈仔细商量过了，我们都感觉你还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结婚对象呢。哎，勤俭持家是美德，我们还是坐公交吧。不是这辆车，现在是了。哎，微微。唐微微，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生活一点计划都没有啊？昨天你爽约，今天你又随便改行程，我这午餐券可都准备好了，这可是免费的，今天就过期了。那我们下一站下车吧。下车？我交的可是全程的钱。师傅，就跟着前面那辆车。我看了一眼，这班车的终点站呢是温泉度假酒店，那边有一点贵。鉴于我们第一次见面呢，我感觉我们还是 AA 吧。先生，第一次见面就约温泉的话，不合适吧？合适啊，这有啥不合适的？这样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彼此。相亲对象是个奇葩男，江湖救急啊！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别发微信了，我是个正人君子，可是你，别有什么花花肠子啊。女士，您的手牌。谢谢。啊，这是您的。微微，欢迎光临，这些是我们店的网红新款。小姐姐身材这么好，要试试吗？我看看。好。这一看就不是好人家女孩穿的，多么伤风败俗啊！微微，你看这件，挺适合你的。嗯。美女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件是188。就这么几块瀑布这么贵，能给我便宜点吗？这个已经是最低价了，真的不能再便宜了。微微，快算钱，赶紧的。微微，我给你买了件泳衣。要不我们今天还是别泡温泉了吧？我票都买了，不泡温泉多亏啊！以后我们结了婚，你可不能这么败家。打住！结婚？谁和你结婚啊？天下男人死绝了。微微，有没有想我？你谁啊？我，微微的闺蜜李想。唐微微，以后离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远一点。我不三不四的市场还挺好，你人五人六的怎么出来相亲啊？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类型的垃圾，需要我帮你分分类啊？你说话给我注意点。女人的事儿，你大男人瞎唱个什么呀？你走，我们泡温泉去。我先走了啊。你说这人会不会智力有问题啊？该怎么说呢？那要看是液体智力还是晶体智力。如果是液体智力的话呢？求你唐老师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当女博士，也不想背科普。你知道我的习惯性背书。这地方真好，就是离市区太远了，也就你们高知才这么有闲情逸致。还不是怪林然一直追着我才躲到这里来。对了，同学聚会就这两天啊，你别忘了。我唐小姐，公共区有贵宾找。贵宾？谁啊？这边请。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给你补个生日啊。还有，今天不是愚人节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放开我女朋友。什么？你女朋友？不是女朋友。对，不是女朋友，是未婚妻。啊？谁同意的未婚妻啊？黑人同意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求婚。我条件这么好，他一定会答应我的。做梦！啊！放开我！你先放，你先放，你先放，你先放。行行行，停！三二一，一起放，好吧？三
二，一。你们居然骗我！疼，我那……林然，我带你去买药，快！没事，还能坚持。你们给我站住！你们居然骗我！欺负微微的臭男人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太过分了，你们！天，你不是过敏了吗？还这么精神？我说了，我还能坚持一下。你骗我？我没骗你，我就是你看不出来。我看看怎么样了？哎，好了，昨天呢是我搞砸了，你不要生气了。今天正式给你补上。生日快乐。身边的这个是小我6岁的弟弟林然，他5岁那年，父母被调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进行研究，我爸光荣接过了照顾他的任务，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。他每年都会精心为我准备生日告白，然后再亲自搞砸他，因为他乳糖完全不耐受。这么多年，医生看了无数，却始终说一切正常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糖恐惧。与普通的青梅竹马不同的是，我们间隔了整整6岁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孽缘吧。你呀，以后你就别再去相亲了。我看就你这条件，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好人？你管好你自己。怎么了？这女人年纪一大呀，是不是脾气就特别不好？我打死你！不对，你怎么有时间来这儿？你不用上课吗？你怎么一天到晚跟我妈一样啰嗦？真的是。阿姨搞科研。为国家做贡献忙啊，我只能替阿姨照顾好你。谁让你老是那么不懂事？那管我明天的饭吧。好啊。回来了。今天主任发现你依旧没来，脸都绿了。连逃2天系主任的课，你不想毕业了？你懂什么？主任那儿啊，只要我能交上一张全国赛金奖的画，他立马就能消气。我虽然失去了2天课，但是，我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什么呀？对了，今天杂志社又报道出山道赛车场和车场老板3分23秒记录难易程度，号称你是距离职业最近的选手。现在外面都对你充满好奇。削尖了脑袋想采访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明天你帮我个忙，你去跟这2家杂志说，让他们以后不准再报道我任何东西，不然我告他们侵权。为什么？别人求都求不来。你是想到时候闹得人尽皆知，唐薇薇知道那得追杀死我。他如果知道我还玩摩托车的话，那我们只能殡仪馆见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一个邻居姐姐的看法不用这么在意吧？你懂个屁呀你！说有什么用啊？你也没谈过恋爱。哎，跟你说也是白说。
哎，薇薇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约了林然。今天小董妈妈给我来电话，对你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。我不喜欢那个人。你这也不喜欢，那个也不喜欢，我当时就不应该让你读心理学，搞得自己像心理不健康似的，真是的。薇薇，同学聚会，晚上别迟到啊。抱歉抱歉，我给忘了，要不下一场吧，我今天约了美国总统也割掉，你忘了昨天怎么丢下我不顾的。今晚同学聚会推不了，你找同学去吃小镇吧，我报销。我说不放辣，你还放那么多辣椒。哎呀，放辣不好吃啊，太辣了。给我！又放我鸽子，不行，这事没完。女博士啊，哎，你跟我们说说你男朋友呗，我们俩还挺好奇的，谁这么有勇气敢采你这朵高岭之花呀？是啊，微微，你说说吧。我没有男朋友。你这没男朋友早说呀，在这支支吾吾半天，你说说你，你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？谁说她没有男朋友了？你是一百首诗也不够形容的，是最明显的秘密，情话生了。你是我不爱吃的糖果，就爱留着。你是通往旅行的火车，到你想要去的。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，幸福从未见过，记忆的蝴蝶不要捉，最美的标本是爱过。我要说起彩虹以外的颜色，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括，鹦鹉的羽毛不要摸，写字的笔那思念作。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，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，记忆的蝴蝶不要捉，最美的标本是爱过。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，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括，鹦鹉的羽毛不要摸，写字的笔那思念。